大家好，我小娜。我旁边呢是我们这边一个200多年前的一口古井，好久没过来了。咱们今天我准备了强磁，再过来捞捞看吧，看看有没有好的运气。走，你看啊，这个绳子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，这边也弄了，差不多。我这绳子买了有300米左右，然后咱们先扔个石头，看看它几秒到底，试一下水有多深吧。那你会那个公式吗？不会。来，但是大家准备会开始啊！一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秒差不多，是有多深呢？然后先第一次扔一下看看哦。来，你扔的时候我再数一下。妈呀，我这每次一看他们的评论，就把我吓得要死啊！他们非说里边有真飞。真飞。我走了啊，扔了啊。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就是四秒，哦，这么长，水下这么长吗？到底没到底也不知道，反正绳子是沉进去了，试一下吧。呀，这个绳子有200多米了。再捞一下试试呗。为什么我每次一看井口，我都特别特别害怕呀？那这个井咋那么臭呢？你捞去。臭就是臭。臭肯定里面有东西啊，你捞去。早知道我不多说话了。哦，沉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。哇！哎呀！真沉假沉？我看不到有东西啊。我不知道，我胳膊累了是咋？妈，是臭了。呀，没有，我看见了。没有。你再来试一次呗。试一次，咱今天就捞3回，捞3回没有咱就撤啊，因为我感觉太恐怖了。你一直说这个水臭，臭，我这次往这边扔一点，扔吧。妈，这么使劲干啥？开始啊，我开始捞了啊。捞。呀，搅一搅。你看那绳子一拢都没拽嘞。来，咱们不捞了吧，回家吧。啊？真有东西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什么样？什么样的声？哎呀！这是东西，这是啥东西啊？你又捞上来个这，还把我吓一跳！哎，一直在那动，我还想着是个人呢。哎，这个是啥东西啊？挂牛鼻子用的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以前挂东西，反正是个铁的。行，刚刚咱们不是说捞3次吗？再来一次啊，这算一个东西。这次你扔，这次我来。那你后边一个影子，不是后边一个影子。以后不要这样一惊一乍的吓唬人行吗？飞，疼死了！不是，你看你后面就是一个影子。那不是我自己吗？啊，是呀。那你吓唬我咋的？我再使劲点，不行，我心里紧张的不行。但这种古井比较瘆人，知道吗？一到这个井口跟前就有凉飕飕的感觉。哦，快上来了，依然感觉有点重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东西。哎，你看到没？和你刚刚一样，绳子也在动。对。哎，是吗？明明那么重，怎么能没东西呢？这是浮力的问题。是吗？算了吧，今天那个天快黑了，实在是太害怕了。刚刚也捞出来一个东西，也算是收获了，说明这井里肯定是有东西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情词呢，只能拉出它铁的东西。我想着这个古井里面啊。它肯定有些金银啊，或者是以前那些什么币啊之类的。对，今天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收获，捞出来那个铁钩钩。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的话我们再来买些设备再捞一次吧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